假如餐厅没买餐桌，传统餐桌没收纳，水杯零食越放越多，吃饭都没操作空间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定制储物式岛台，宽度80公分，高度1米左右，增加置物空间。二、右边放零食干货，还能嵌入微波炉，旁边设计抽拉柜，瓶瓶罐罐好分类。三、上方设计9宫格，分类放筷子刀叉。四、左边都做大抽屉，日常囤货都装下，收纳多1倍。五、中间凹槽嵌入滑轨，餐桌搭配亚克力腿，视觉上更通透，平时推进去，餐厅更宽敞，来客时拉出来，方便多人用餐。六、侧边记得留插座，方便在家吃火锅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